如果你正在积极的准备 Strepsils 的 Right No 歌唱比赛，那先看看我的必备方法吧。第一，睡眠要充足。第二，记得要发音练习，啦啦啦。最后，如果喉咙不适，含颗 Strepsils 喉糖，让声音舒畅，恢复活力。别忘了在5月16日前传送你的录像到 strepsils.com.sg， 赶快哦。